想帮妈妈整理桌子哦。作业本，对，不要的，丢掉。这个是什么？还有什么不要的？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保单呢，也丢掉。这个呢？这是妈妈的笔记吗？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处，也丢掉。这个应该是妈妈的 paper 吧？啊 ，paper 我又看不懂，先丢旁边了啊。这些都是 paper 啊，丢掉。啊，怎么这么多 paper 啊？啊，丢掉丢掉，都丢掉。怎么又有一份保单啊？这个是妈妈的吗？啊，我帮他丢掉。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股票增资单，这好像也没什么用，我帮妈妈丢了。paper， 在写什么都看不懂，上面都是英文。你小心刮到手手哦！哎，你不要刮到手手呢。没关系啦，你手手不要刮到哦。你要拿出来看哦。你要看看这个是谁的吗？不要了，好像没什么东西的，桌上只剩一个毯子跟一个手机支架了。那个是股票增资单啊，早就过期了，帮他丢掉。哦，这个又是什么？这该不会是妈妈的电话费又没缴吧？哪有？好啦，月月，你要不要出来？哇，你帮妈妈整理桌子啊！你看，你好棒。桌子整理的超干净的，謝謝，就跟新的一样。谢谢哦，谢谢。嗯，好棒、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好哦，下次再给你整理咯。哦，千万不要。